这就是我要的粮食，是是，都准备好了。都给您准备好了。先生，佐藤连队长已经说了，等这批粮食运进城以后，一定好好的嘉奖。哎呦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太君，钱根村长，粮食给您备齐了，您过过数啊。 这粮食啊，太金贵了，不敢糟践呀！哎呀，不客气。哎，带上你的士兵，跟我一起走。哎，走！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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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
您还是先走吧，别误了大事儿，这交给我了。走走走，快！走。这跟我们这命老母猪一个重量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个小王八羔子，给我放下来！你们敢摔我？不是你，你让放的。扶我起来呀！不不不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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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，于，别装了，装什么病？心病，懂吗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去拿酒去。赶紧去，赶紧去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走，走，走，给于大凡要点酒吧。瞎子，你想一想，现在这八路军跟国军都饿疯了，这粮食有的跑吗？这么多粮食，得养活多少人？哼，不挨抢，才闹鬼呢。
海龟，海龟。海哥，过来了。同志们，准备战斗！全体注意，准备战斗，准备战斗！行啊，雨夜，分析的有道理。慢慢学吧。哎呀，这个佐藤连队长啊，聪明是聪明。就是太自以为是，跟其他小鬼子没什么两样。这古话怎么说来着？叫骄兵必败，对吧？玉，真是有勇有谋啊！我要是连队长，怎么着也得封你一个司令干干。司令？家长，你是不懂啊。咱们不管在小鬼子手底下干什么活，当什么官，在他们心里那就是一条狗。啊！妈的，老子就是怕死，要不然我早就扛枪打小鬼子去了。停止前进，别走了，停下。朱大侠，你带一辆车先过山谷。哎，我太君。哎，后面给我来一辆车。真挺狡猾的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放他们过去。你带突击队绕到山谷的前面截住他们，记住，等我们这边打起之后，你们再打。是。
太君，人太多了，你进来躲躲吧，一姐。我躲？是不是我逼了你吗？快滚！快下！好躲！快点！这出不去！快点！快撤！快走啊！你说外边这枪炮声怎么越打越热闹？哎，这才哪到哪呀，这还不到时候呢，我料定今天必有一场恶战。哎呀，行，哎，真他娘的行！你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儿，在小鬼的眼皮底下把消息传出去？小子，你不会算吗？你给算算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妈的，这把你的火力也太猛了！小鬼子就让咱们去送死，咱们才不能去呢！撤！撤撤撤撤！快！撤！撤！撤！给我冲啊！冲啊！中国人，校长，那你说，那我做了这么多坏事儿，那八路军和老百姓，他能放过我吗？不能，肯定不可能放过你。所以说呀，你先在这儿藏着，等八路军走了，我再帮你出去。那你们都走了，那我饿了怎么办呢？你就放心吧，我能饿着你吗？好，我听你的。同志们，快，打扫战场，赶快把枪都捡起来，看看有没有活的，粮食运上车，快！来，把这边收拾一下，那些粮食，快，仔细一点啊！好，指导员，这有个军官。这还有个活的啊！出来，哦，小鬼子，你还会装死啊？小鬼子可够狡猾的，不狡猾能叫鬼子吗？少废话，有种打死我！这个你应该记得吧？原来屡次进入我们指挥部的人是你！你别搞错了，什么你们指挥部？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。
不好好在你们待着，跑到我们中国来祸害百姓，作恶多端，你们的良心何在？良心，良心，我告诉你，良心在哪儿？伏击在哪里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来人，田连长，集合所有部队，通知靠近钱庄一带部队全部出动，增援秋野。嗨。检查好每一辆车啊！你令坤紧了，知道吗？系紧点。哎，好。哎，老刘，辛苦了。咱们还是按计划进行，你赶紧护送粮食到根据地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离县城不远了，小鬼子马上就到，你们还是赶紧撤吧。好，那咱们根据地见。好，根据地见。好，指导员，我留下来帮你吧。不用，眼下粮食最为重要，你还是跟老刘护送粮食吧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同志们，撤！报告，连队长，我们遭到了八路军的袭击，粮食 bug， 马上出发。嗨，出发！指导员，我们这样伪装能骗得了鬼子吗？不怕鬼子不信，就怕他来不及信。指导员，那您的意思是，我们给鬼子包了一个大大的饺子，快，让同志们快一点。好，同志们，加把劲儿，快！鬼子出来了，好，大家准备，快！别这么看了，赶紧给我往前跑！太君，太君！太君，你怎么才来的 ？bug， 你还有脸活着回来？良心呢？被八路抢走了。往哪里跑了？那边，那边。追！嗨！敌人的车近了。粮食车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好，
国的烈士们，我会为你们报仇，不会让你们白白的死在他们的手里。发现秋叶少佐的尸体，又是你，不会放过你的，秋叶君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。把粮食拉回去。嗨，把粮食拉回去。这帮畜生，拍马鞭拍马蹄上了。排长，那马不是畜生吗？你没事拍马蹄子上干嘛呀？废什么话，那么废话，那么废话呢？我要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来了。谁在后楼回了？早知道，咱们就跟老师在那炮楼里。你打我也没有用啊，有本事你跟小鬼子说去。都废什么话？废什么话？这么张嘴是不是？小心！我操！排长，咱赶紧撤吧，咱撤，往哪撤？回到城里也是死。排长，要不咱撤回炮楼吧？对对对，撤，撤炮楼。对，兄弟们。撤！哎，连长，你没事吧？连长，我们伤亡太重，我看还是先撤退吧。Back！ 撤！快追！这边。我们劫了粮食，
鬼子肯定会狗急跳墙的到钱庄去祸害百姓的，你赶快回去吧。那有钱贵跟谢阳，你不用担心。走，看看。你听我说，人多好办事，前面有咱们同志接应，你放心吧啊，快去。那好，你们注意安全啊。好的。快快快！看来这粮食还真被八路军给劫了。回去报告叶司令。是。走。钱庄运粮计划顺利完成，乡亲们刚松了一口气，但他们没有想到，他们的背后又面临着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呢？干嘛呢？你说这外边打了这么长时间，大小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是不是想人家了？别胡说，我现在没心情开玩笑。人家不回来你就没心情，人家一回来你就乐得屁颠屁颠的。你听说你看见的，谁屁颠屁颠了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站在我面前我也不理他。冉冉，回来了。别逗了，行不行？谁逗了？怎么，不欢迎我回来吗？我是要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的。哎，啥好消息啊？我们的粮食计划完成了。姐，哎，妈，你是不是想累死老子啊？又是一大班，什么他妈破路，找这么多大一圈子才回来？不是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排长。那刚才要不是凭借我小阮的聪明才智，把八路军给绕开了，那他们早就知道报头来了。你能闭上你的鸟嘴？你是不是想弄死老子？能不能听他好听的说？能。倒水。啊？倒水。啊。这次任务的完成，多亏了大家的帮助。我代表组织感谢大家。行了行了，还是说点实在的吧。不到你发言的时候，不要举手。你说这家里边有俩，有仨母老虎，日子能好过？说谁呢？你再说一句。什么也没说呀、啊。哎，冉冉，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啊？嗯，上级要我们做好准备，万一小鬼子跟朱老八来个狗急跳墙，你们一定要让乡亲们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。嗯。他不敢报复啊。为什么？现在小鬼子忙着自保，没工夫搭理朱老八。朱老八没了小鬼子撑腰，他那杆枪就是烧火棍。没错，这帮啊都是属狗的，没了主子呀，那屁都不敢放。那咱现在怎么办呢？咱还是赶紧跑吧。哥，跑你个头啊，那不跑怎么办？不跑你就知道跑。行了，这小鬼子一败，八路肯定把咱这炮楼端了，咱到时候能活就他妈怪了。咱赶紧跑吧。哥，我现在收拾东西。跑跑跑，往哪儿跑？不跑不跑，过两天八路来了，那老百姓不得拿砖把他拍死呀？让我想一想。老舅，去让瞎子过来给他算一卦。他要是算准了，咱就杀了他；如果算不准，咱就留着他。啥意思啊？你是不是猪脑子？这小鬼子一败，他到时候留下来煽动老百姓，到时候有那好果子吃吗？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。
则疼，辜负了天皇，辜负了大日本帝国，佐藤只有以死谢罪了。大日本帝国，田太长，请你冷静。如果宁儿死了，还怎么效忠天皇？谁带领我们战斗？我就不配指挥你们，以后不要再叫我连队长。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简直就是个白痴，根本就不配做帝国的军人。连队长，这次是支那军太过狡猾，您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究到自己身上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叫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你振作精神，我相信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。连队长，请您三思。爸，滚！连队长，请您三思。连队长。不行，嘿，嘿，嘿，田队长，湘西将军明天早上到。怎么了？听见没？听见什么呀？枪声。不会又打起来了吧？你做梦了吧？踏实睡吧。做梦？还真热闹。那你梦见什么了呀？梦见八路军攻城，飞机啊，大炮，可带劲了，把济南城的小鬼子打的是人仰马翻，小鬼子的司令部也被游击队掀了个底儿朝天。我抓着佐藤那王八蛋打的正带劲儿呢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别打扰我，让我再睡会儿。梦倒是不错，不过我想，很快就会实现了。来。滚出来！谁呀？快出来！朱老八那帮狗腿子，他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快点！你别动，我去看看。开门呐！小心点。哎呀，吓得大夫，坐那儿吗？知道，这三更半夜的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？少他妈废话！粮食被劫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我哪知道？怎么回事？在您的英明领导下，还有人敢抢粮食？谁这么大胆子？我他妈问你呢，你怎么问上我了？说，是不是你他妈勾结了八路啊？老八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在您的英明领导下，皇军又这么器重我，任命我当了村长，我怎么能干那个事儿？这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瞎子，你要是敢投靠八路，老子就一枪毙了你！哎，老八，瞧你说的，我哪能啊？
听说你会算命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就给我算一算，小鬼子到底能不能守住这城？守住，守不住，那都是天意。少他妈废话！我问你，小鬼子到底是能守还是失？能守得住。可谁又能守得住呢？这就没准了。我操！老子一直跟你说的不就是小鬼子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吗？老八，我要说小鬼子守不住这城，你不得杀了我？那你先帮我算一算，我这炮楼啊，最近安全还是不安全？我想想。你他妈按什么呢？什么意思？赶紧说呀！安全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聪明人都这么说吧。我告诉你，你刚才要说不安全呢，老子就先让你不安全了。老爸呀，我就是说不安全，你也不敢不能让我不安全。我现在是皇军任命的村长。再者说，那鱼的肚子可就在眼前了，他能放过你吗？我小鬼子我不敢惹，鱼大肚子我还不敢弄死他吗？老八，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你还真不敢。你要真把鱼的肚子弄死了，小鬼子知道了，你可就真不安全了。我告诉你，瞎子，就没有我老八不敢的事儿，你信不信？我要是急了，我连小鬼子都敢一起崩，你信不信？老八呀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还是给自己呀留条后路吧。你他妈跟鱼大肚子是一伙的吗？你，我去你妈的吧！钱贵走了这么久，真让人担心。这帮黑狗子又要耍什么花招了？哎呀，瞎子都去了这么久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放心吧，瞎子那么聪明，对付炮楼黑狗子那几块料，绰绰有余。我枪毙了你！别，大哥、九哥、阮哥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态度不好，我不好。傻子，你赶紧说呀！你这半天一直没说重点，你不胡绕圈了吗？大哥，毙了得了，赶紧毙了毙了。起来吧你，钱村长。我让你说你不说，好，现在你把所有想说的话都给我带到阴间去说去吧。别开枪，别开枪。哎呀，他还没说呢，心里没底。行，那你给我好好的说。哎呦，钟佩，你拿枪指着我，我为了我这条命，我敢说实话吗？息怒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喝水。说，朱白，这济南城被小鬼子占了，倒霉的是谁？是老百姓。这八路军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就得护着中国人的地盘。八路军的八，就是八卦的八。我这一卦算的就是八路军顺应天意，理所应当，这济南城早晚是八路军的。那要是八路军呢，我们怎么办？朱白，我琢磨着你在这钱庄村没干过什么好事，所以说你还得去找小鬼子，让他们给你撑腰，你不就安全了吗？安全个屁！是他妈逃回来的，这事要是让
小鬼子他们知道了，他们就得一枪崩死我们。所以说，在你们走之前，必须得把炮楼给炸了。什么？把这炮楼炸了？对，然后你再去小鬼子那儿说，是你把八路军吸引到钱庄，最后实在扛不住了，被八路军把炮楼给端了。又怎么了？你在这给我下套呢，是不是钱官？到时候你跑小鬼子那儿说，这炮楼是我炸的，那我们他妈不得照样都得死啊！哎呀，朱排长啊，你怎么不琢磨琢磨呢？这主意谁给你出的？你呀！我给你出的主意，我再上小鬼子那儿报信去，说这炮楼是你炸的，我这不找死呢吗？是吧呀？你们俩现在这就拴在一根弦上了，妈呀！江哥，咱们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块活。对，听我的，赶紧的，老姜。是不是？叫兄弟们多准备点炸药，一次性把这给我炸完了。反正这地方，老子他妈待烦了。走，拿鬼子去。一头憨憨的驴，哎，一群可爱的人哦。心里咔嚓不怕死，干翻了小鬼子儿哎，唱大戏闯军营，哎嗨哎嗨嗨哟，唢呐声声响哎，枪林弹雨闯哎，舍生忘死为百姓，干翻了小鬼子儿哎，你有情我有义，哎嗨哎嗨嗨哟。声声呐喊，哎啦哎嗨哟，一声声呼唤，哎嗨哎嗨哟，烟雨里两茫茫，男儿的胸膛是坦荡荡，坦荡荡。憨的驴哎，一群可爱的人哦，心里咔嚓不怕死，干翻了小鬼子哎，唱大戏闯军营，哎嗨哎嗨嗨哟，一声声呐喊，哎啦哎嗨哟，一声声呼唤，哎嗨哎嗨哟。两茫茫，男儿的胸膛是坦荡荡，坦荡荡。唢呐声声响哎，枪林弹雨闯哎，舍生忘死为百姓，干翻了小鬼子哎，你有情我有义，哎嗨哎嗨嗨哟。你有情，我有义，爱嗨爱嗨嗨哟。